心姐啊！哎、欸，你知道我叫什么名吗？啊，心姐啊！啊，心姐，你怎么一直跑？你不要怕，挺不好意思的。不要怕，今天第一次。你讲心姐美吗？美。啊，讲 OK OK 的美。OK OK 的，哇，不止 OK OK 啊，美。没有啊，尤其是牙齿哇。好，来请一个。哦哇！好了啦，向大家介绍一下你是谁。大家好，我是医生陈医生。啊，好了，我就问你啊。你遇过什么事情是最糗的？跟你有点类似，没有啊，就是 Hello， 没有，就是其实是这样子的。最糗其实我通常会吃完饭，如果有朋友在的话，我会问他我的牙齿有没有，就是沾了一些什么菜渣之类的东西。然后那一次是这样子的，那一次是去朋友的一个喜宴，然后我朋友就要做拍照，然后我就已经问朋友 OK 吗？我朋友就说 OK。然后就拍了，然后就拍了 ，OK， 就算了。然后直到我去厕所的时候，就看到我的牙齿是，我也不知道是什么，就 OK 够了。什么意思？你现在是讲我，然后我的牙齿，我觉得这样很美呀、啊，要有自信。哎呦，够了 ，OK， 拜，OK， 给的久而已啦，不是很久啦 ，OK。久啊，怎么就来这么久啊 ？OK， 够了。